是不是比刚刚大？杨丞琳。五。三四五。往哪边？往这边去。三四五嘛，哈。顺时钟。别怕，别怕。六七八。跟你讲，三张牌，我们前面不会怕。九十十一。嗯。我跟你讲，我前面也不会怕。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语无伦次还不怕？每个人都喊三个哦。对啊。你也冲了啦。涨了。是我。啊？一个而已哦。在哪里跌倒？在哪里？跟你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没有啊。十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。啊？真的那么大？嗯。十九。感觉怪怪的，差不多了，二十，二一二二，啊，中了，是谁？是奶奶，二一，我二一对不对？君明，君明，二一啊，打开，打开看看嘛，哎，啊啊，这么少。十二，十二谁啊？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。你是怕我们节目不够长是吧？还是你不记得？记错的话要处罚。不是不是，我想说现在是我 handle 吗？我要翻牌的意思吗？然后想说我们又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是几啊？小天使不知道，不知道啊？谁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想说小天使演得很像。只有你跟一号摄影师跟导播，而且过很久嘞，他十二，我们已经喊到二十几了，二十了。来来来，等一下，现场的大家还有观众席朋友评评理，请问我跟他谁比较聪明呢？我选我，你们应该同一班呐，同一班，他比我低班吧？来，出来，我张雅娟，他要宣传了，他也要啊，很好笑，来，好笑了，两个艺人跪一边。好了，屁股跳起来。哇哦，有什么话说？好，先打你是？嗯，好。欢迎收看《碰碰发财系》啊！不是我，是我。啊！他瞬间变身呢。好，你变身了。对。哦，你今年才刚刚转大人了。刚好没弄。三爪。刚好。哦。蔡小杰。好，换你了，换你。哦。好饱满哦，扎实，因为他就是扎实，响彻云霄。不是你这个牛仔布怎么一点用都没有啊？哇塞，你这牛仔布怎么一点用都没有？哦，好薄啊！打下去，今天晚上几点可以睡？十点半就睡。哦，又提早了，又提早半小时了，太好了。来来，脚脚好。我蔡小姐，你脚怎么像男人呢？有吗？好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可以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来。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哎，不要太高级，好像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蔡小姐，你刚刚打这一脚嘛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打另外一脚，另外一脚 ，Oh no！